是伟如，我是雨桐，我是一清，我是一轩，我是婷宜。今晚的节目内容很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师长致辞，恭喜本校林立峰校长为大家说几句话。我是张校长、会长、麦兴龙队伍队的会政队长林佑老师，还有在校的所有师长、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在说话之前，容我先介绍今天的贵宾。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福科国中张美雪张校长。我们学校95%的学生都要就读福科国中，我们也请张校长好好招呼，谢谢您。好，接下来介绍我们也是今天的主人，我们的家长会长蔡宜环蔡会长。蔡会长好。接下来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主人之一，我们的爱心工作队的李慧珍李队长。李队长好。好，接下来介绍的贵宾。也是我们这次我们学校这一两年来学校的彩绘都是由我们这位老师来为我们制作，然后为我们设计很美好的环境。我们欢迎林明佑林老师。林老师好。好，如果等一下有贵宾到场，我们再一一为各位介绍。在这个美好的仲夏夜晚，那我们国安国小很荣幸能够提供今天小朋友精心准备的节目，提供给各位嘉宾。那希望借由小朋友的演出，我们了解小朋友在学校学习的成果，更希望小朋友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培养自己的良好的休闲活动，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更美好。今年我们不但提供了嘉年华晚会的节目，我们更在新大楼的一楼有美展的部分，这也是学校第一次的创举。希望借由这样的过程，能够让学生在艺术与人文的学习活动中，能够领略人生其实是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可以学习的。那也很谢谢今天很多家长能够拨空来到我们的会场给我们鼓励，也要提醒各位小朋友，过两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来感谢全天下所有辛苦的父母们。那最后祝在场的所有嘉宾、所有家长、所有的同学们每天都活得很快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Clap,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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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
那我们有些啊，这个学习才加入的小朋友啊，也不错啊，我们也希望小朋友有兴趣能够来报名参加我们直排轮社。好，那现在我们请会长为我们勉励一下。